实在太丑了，然后又没收拾，就没拿相机拍，就拿手机随便录一录，记录一下吧。现在这是什么？炸鸡。床上躺躺，炸鸡吃一吃。然后护士隔一会儿就进来测一下血压，看一下明天怎么说。现在已经36周了，其实果果现在出生，差一个星期左右。现在出生，医生说问题也不是很大，他大概现在5斤左右吧。圆滚滚。医院的这个医，我的房间进去就是。宝宝的床，这个护士超级热情。睡觉了，我昨天晚上4点才睡觉，然后每2个小时回来就要测一次血压，8点的时候开灯，把我叫起来超时。整个人都很热，我要洗脸。希望宝宝一切顺利。我在做胎心监护，然后宝宝现在在做胎心监护的时候在打嗝。我已经开始催产了，然后放了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在下面，很现在肚子吧不疼，但是很胀，也不知道多久会进入到下一个步骤。整个肚子就感觉是那种收紧的感觉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宫缩，就是这种感觉哦。但反正就是不太舒服，翻个身都需要人帮忙的那种。在医院住了3天，现在胖了8斤，因为就是这个突发的，水排不出去，所以现在浑身都很重。正在宫缩，阵痛的时候没办法躺在床上，现在医院就是我们这一个楼层散步。看我的脚已经肿成什么样了，像猪蹄一样。这边有新生儿的保温箱，不知道我们宝宝生出来是不是需要住。然后这边的墙上都是母乳喂养宣传。现在刚刚给他打上催产素，整个人都肿了，太可怜了，跟他手这么大根针，好好休息。这个不痛啊，无痛太棒了。原来还想说不要打无痛，怎么夸下海口说又不用丢疼死我，我可真的要疼死。没什么要说，马上就要见到狗狗了，我感觉 midnight。没事，不要有压力 ，no pressure。And your blood pressure is very good. No pressure， 已经很棒了。血压也降下来了。已经非常棒了。嗯，好了。没什么要说的吧。就是会发抖，打完这个。嗯。
好温柔呀。谁说我们不会喝奶奶？